这样消气了吗？消了一半，继续消。哄了你一天的人是我，我才更像男人呢。这下不用低头了吧，大男人。你就打算这么一直抱着我吗？研究表明，拥抱20秒以上会让对方更爱你。然后呢？然后送你回宿舍。生气了？别人家男朋友送女朋友回宿舍都是要吻别的，你为什么不亲我？你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不想亲就算了。感觉怎么样？菠萝味的。甜吗？